各位同学，我们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老早哈，咱即马要讲的是讲妇女的使命哈。啊，那么妇女的使命呢？咱是要讲啥？好，一对咱家来做介绍哈。这就是咱去德兰萨拉，就是印度。咱去咱团体当中50个哈，啊去达赖喇嘛遐哈，去研究讲，流亡到底因是伫遐创啥物哈？所以甲这个咱妇女总会世界妇女。总会的人哈，做去翕相啦哈，啊，这个哈，就是讲，咱去印度呢，拄只一张讲的哈，就讲因底下哈，流亡底下爱共租所在，佮爱共纳税，啊，所以去研究了后吼，当然咱才会清楚，讲啊，人来共占所在，啊，咱含咱的房间拢共纳税，啊，安尼是对无哈？啊，所以有研究当啊吼，真济人到即马都愈来愈坚信嘛呢吼，讲咱这条路是行对的，咱就是一定爱认真吼。啊，这吼妇女的使命呢，就是讲咱妇女的天命吼，是生来啊为着自己，啊自然你会去做的，这就是天命吼。那么使命呢，就是讲咱妇女为着别人的福利来争取、来付出，这种啊，这使命啦哈。那么使命呢，以我郭伟珠哈啊，我的偶像啦，这都是第一个偶像哈。咱爱向全世界啊，咱有名个而且骄傲的女人啦哈啊，来看齐、来学习的哈。这是我第二个。我诶，嘿，偶像啦哈，来崇拜的偶像哈，这是第三个，起码上界行的啦哈，嘿，欧盟的哈，所以讲，咱呢，妇女呢，要爱做的工课，咱查甫人，我看嘛，没有例外啦哈，啊，咱是日本的新民对哇，那么咱。要做一个新民，咱一定爱比古早的日本人，咱比即卖日本人较好，对唔对？所以咱一定爱比日本人佫较日本人，是毋是？所以咱要做安尼记呢。所以人日本人呢，我伫屋企那话来来回回40年。所了解的，咱来讲给大家人做参考，就是讲因的准时。咱即马台湾时间有日本时间遐准无？无吼，所以一定爱守时。咱阿伯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大官员咯吼，所以准时的方面，啊，我看每周在开会出席的时间拢里里落落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一定爱注意。啊，个咧修行啦、啊，日本人足修行的，对唔对？啊，足重爱，对唔对？所以咱该以前该讲，日本人是日本，安怎？吼，咱家己讲咱是韩籍啊啦吼。啊，迄、那个饲肥肥的吼，食肥肥迄号做猪嘛吼，做猪号做猪嘛吼。那么狗的称呼就是一定足重，所以呢，这个重呢，重心咱一定爱有啦。所以咱今仔日要研究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咱今仔日过明仔。